OK，大家午安。所以今天我们会接下去看道理们的这一个 topic。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有看了，这个就是要怎样做 journal、ledger 等等的了要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关于 dividend 的东西。OK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一个 bulk 的这一个 topic，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，我们要讲到，就是公司sorry government 它通常它是会用 share 来决定它的 model 有多少，它是通过 dividend share 来决定的。就是卖他们的股份 ，OK，所以所有买这些股份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可以得到dividend。所以什么是 dividend？就像你的 Milligan Dunga 这些的运动，OK，所以Sarikat 当他们要运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用 dividend 的方法把这些运动来分给他的这些买 share 的人，OK，所以他们都会希望得到这个 dividend。所以什么时候会派给他们 dividend？就是当这个公司赚钱的时候，OK。所以通常他不是通常这个公司它并不会把所有所赚到的钱都用来还 dividend，然后他们会把他们赚到的钱分成以下三个东西。第一个是 dividend，就是派股份，派利息给他们。然后第二个是杂档案或者是 result，就是会用来根据他们的建议来修改。比如讲，打个比方，这个公司啊赚了钱。那他决定，可能他用来投资，去另外一个项目，或者是用来公司的建设，这些也是有。OK，然后第三个用处就是他赚了钱过后，他会把它带去下一年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你一个公司你要持续的经营下去，你一定要手上有足够的钱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公司他就会把这些钱带去下一年来，可能用来投资啊，或者是用来交易啊，等等的都有可能。OK，所以dividend 的意思总结来讲就是公司一部分的利润用来还给股份的持有者。所以它不是所有的股东啊，就是它不是所有赚到的钱，而是只有一部分猫会拿来拍利息，OK，所以他们要怎样决定要派多少的股份给他的员工，他是会由这个 Lembaga Penggarap，OK，Lembaga Penggarap 就是所谓的董事会，所以这个董事会会决定他们要派多少的 dividend 给他的员我们干share，就是给这些股东，OK。所以这个 dividend 它通常只会给 moda di terbitkan 还有 berbayar penuh saja，就是讲它是那种已经卖出去然后收到钱了的那些资金资本才会得到 dividend，那这些没有收到钱的资金，他们是不会得到 dividend 的。OK。所以这个 dividend 通常是会用什么方法来计算？就是 pratos atas nilai share，就是比如讲你这个股份是1块钱，然后可能我会派5巴仙给你，所以就是5分钱，大致上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可是当然你的这个公司它每一个股价都不一样，就是每一个它的股份的价钱都不一样。有些可能1块，有些可能是100块，OK，所以这个是要根据这个公司的股价，
然后再乘以它的八仙。OK，所以除了用 Brothers 来计算，它还可以用 Unit。就是每个 Unit 它会派多少钱给你。比如讲，这个一个 Unit 我要派你给你一块钱，所以每当你拥有一个 Unit，你就可以拿到一块。OK，然后dividend 又可以分成两种，一个是 dividend interim，dividend interim 就是它会可能在还没有准备，就是还没有在阿黑打混的时候，他就准备了这个 dividend，因为他知道公司在今年一定会赚钱，所以他先给你这个 dividend interim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 dividend 阿黑，OK，所以dividend 阿黑就是把到最后，公司已经算到了，他赚总共赚了多少钱，他就给你剩下的 dividend。OK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总结。OK，所以dividend share 股的答案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它已经有自己这个 share 股的答案，它已经有自己的 dividend 的发行了的。比如讲，你通常会看到6% share 股的答案，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 share 股的答案，你会收到6%。所以dividend share 股的答案，你就是拿你的 model deduction 还有 variable 乘以你的 dividend，再乘以它的 tempo，就是它是多久？OK，然后过后 dividend share 表示的话，还是拿你的 model deduction 还有 variable 乘 gala dividend，或者是你的 unit model deduction。乘以你来 dividend share，就是拿它总共推出了多少个 unit 来乘以每个 unit 可以拿到多少钱。OK，所以到这里 OK 吗？OK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 dividend interim。所以dividend interim 就是通常一个公司它会还一次 dividend 包，就是 dividend 阿黑。可是这个 dividend interim 的话，就是它有很多存款了，就是它已经有很多钱了，从以前的时候，然后呢过后呢。他又赚很多钱。不要讲这个公司他在之前已经存了很多钱，然后今年可能他又赚了很多钱。比如讲，他今年存了100万，那今年又赚了100万。所以他们董事会是预算他们只需要100万的存款嘛，剩下的都可以当做股份来派给他的会员或者股东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就在可能6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可以赚到这个100万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就会先派这个 dividend interim 给你，就是他还没有准确知道他在今年会赚多少钱的时候，他先派的 dividend 就是 dividend interim。所以比如讲这一个，你看他的 example，比如讲这个 Sharikat Cemerlang。它的达宏巴黑是31 December 2022年，然后在去 July 的时候，它还了 dividend 18%，然后它的是80万个 unit 的 share 表示，然后一个 share 表示的价钱是2块，所以你要这样算它的 dividend interim，你就拿 model deduction share 表示，就是拿80万乘2块。然后再乘以18%，所以你就会算到它的 dividend interim。所以share 股的答案其实它也是有这个 dividend interim 的，就是你拿它的 model deduction 乘以它的 gala dividend，再乘以它的 tempo，
比如讲他在七月还，你就乘七除十二，那个就是他的 dividend interim 了。哎，所以dividend 啊，嘿，就是 dividend di istihakan setelah keuntungan tahunan diketahui，就是你已经准确知道公司在这一年它赚了多少钱过后，所给你的 dividend 就是 dividend 啊嘿。哎，就是比如讲哦，到今年12月31号，我知道我公司赚了，比如讲，200万，然后所以我决定派可能20%的 dividend。哎，所以 dividend 啊嘿跟 dividend interim 的唯一差别，就是 dividend interim 是还不知道准确赚了多少钱的时候，他先派的股份。而 dividend 啊嘿是准确知道了之后才派的股份，OK？所以根据这个 example，你看，比如讲，他在31 December 是他的tahun akhir，然后在 February 28号的下一年，他决定给 dividend 啊嘿12%。哎，所以share 表示你就拿12%乘以它的 multiplication。哎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example，所以这个的话是还有70万个 unit，8% 的 share 给答案，一个 unit 是1块钱。OK，然后过后。他会在6月的时候还你的 share 表示，哎，然后过后第二个是你的 dividend 12%，然后他的 share 是50万个 unit share 表示，一个 unit 是2块钱，然后第三个是12 cent 的 dividend，然后过后是他的 multiple bias 是50万。然后它一个 unit 是30 cent，哎，所以我们来看每一个，所以第一个就是你的 share 给我打码案，所以share 给我打码案，就像我讲的，它的 dividend 是定了的，所以这个 dividend 是8%，所以你在6月的时候你先还掉，所以它的算法就是你拿70万乘以它的 percent 8%，哎。然后再乘以6除以12，因为他是提前还的这一笔钱，所以他算出来是28000。然后过后，B 跟 C 的它的 B 的话它的 model 你拿50万乘2块就是100万，所以你拿100万乘以 dividend 12%，所以你拿100万乘12%就是12万。OK，然后 C 的，因为它是根据 cent，就是一个 share，它会还你12 cent，所以你就直接拿它的 unit，不需要乘它的加权，你就拿 unit 乘以12 cent，你就会算到6万。OK，所以暂时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总的 impact 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个的话就是你还了 dividend interim，然后过后你再还 dividend 啊嘿，OK，所以过后还有一个东西你们要知道的就是 dividend 的等价，OK，就是我们都知道share 给我答案会发生这个 dividend 的等价的情况。share 表示是不会发生的，因为share 表示的话就是，当你这个公司没有赚钱的话，你就不会得到任何 dividend，就是它的 dividend 是不定的，而 share 给我打码案，它的 dividend 是定了的，然后如果比如讲你今年你没有存到钱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带去下一年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所以这个带去下一年的 dividend 就是可以带去下一年的 dividend，就是所谓的 dividend 的等价。OK，
所以这个 dividend 的增加会在什么时候发生？就是在那一年公司可能还没有赚到钱，然后过后他就得不到这个 dividend，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带去下一年。OK， 所以打个比方就是讲 ，OK， 打个比方，你们看这个 DO 了，就是讲他是持有这个 6% share 的 Damaran 呢，可是他在那一年的时候还没有，因为公司没有赚钱，所以他没有拿到那个 6%。所以在第二年如果公司赚了钱的话，他就可以直接拿到 12% 的 dividend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dividend 的增加。OK， 所以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这个等下可能我会做一题 example 给你们看。OK，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，可能我们来看一下练习。OK， 可能我们来看这个索阿兰时期。OK， 所以这个沙兰时期他是跟你讲这个小鱼干 Miko 他的 model 的 Verdata 是100万个 unit 6% share Godamaan 一块钱一个 share。 OK， 然后100万个 unit share 表示50 cent 一个 share， 然后他的这个 share 的 50% 的 share Godamaan 还有所有的 share 表示 Didabigan 还有 Bapayapeno。OK， 所以这里首先我们来算它的 model Didabigan。OK， 所以你的 share 给我打码案。OK， 所以share 给我打码案的话，你就拿100万。OK， 乘以一块 ，OK， 然后再乘以50%， OK， 所以你这个你会算到的是50万。OK， 然后过后 share 表示，的话你就拿100万乘 RM 0.5， OK， 然后所以你也是算到50万。OK， 所以在一 July 的时候他们每一次哈聊 4% 的 dividend interim， 还有 4% 的 share 表示给他的这两个 share。 OK， 所以你要怎样算 A 的 dividend interim share 给我答案。
你的 dividend interim share 给我答案，你的算法你就拿4% 乘以你的 model。Okay, RM 五 ，Okay 乘以50万，所以你就会算到，2万。Okay， 然后过后B 的。OK， 所以B 的话，你的dividend interim share 表示 ，OK， 这个的算法，也是是你拿4%，因为他给你4%，乘以 moda 50万，所以你也是得到2万。OK， 然后过后 C 的 ，OK， 这个 dividend OK， 再给我答案。OK， 所以这个 dividend OK， 再给我答案。这个不是 B， 这个是 C。哎，所以这个 dividend 啊，是 share 给我打马鞍，因为他你知道这个 share 给我打马鞍，他一年只有6%。OK， 然后他之前已经还了你4%，所以就剩下2%。OK， 所以你就拿2% 乘以50万。OK， 所以你就会算到1万。OK， 然后最后一个 D 的。OK，dividend ahead share 表示。OK， 所以这一个 dividend ahead share 表示它的算法，你看它会给 8% 的 dividend ahead， 所以你就拿 8% 乘以50万，所以你就会拿到4万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 dividend。OK， 到这里有问题吗？OK， 所以这个的算法其实就是你就拿它的 model 乘以它的 Pareto's 就可以了。OK， 如果一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跟你讲这个 dividend interim 给 share 给我答案是多少 percent 的话，你就直接拿你的share 给我答案乘 6%， 然后再乘以7除12。A 没有乘6除12，因为它只有6个月，它是一组来。OK，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olution 18。OK， 所以solution 18打分。Yeah, okay, can.
所以我们来看这个，所以它的 modality 的比干还有 variable 呢 ，share 的答案是20万个 unit， 8% 2块一个 share， 然后 share 表示是50万一个 unit， 1块一个 share。所以它的功能量是这个33万、62000跟5万。所以这个我们跟 share 的答案还是可以得到等价跟 dividend。OK，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功能量放进去先。所以这里是三万，六万二，五万。所以这个 share 的答案它总共可以拿到多少钱？所以我们要怎样算它的 dividend？我们就拿OK， 我算在下面，所以 share 的答案，所以它一年它可以拿到的 dividend 就是你拿200000个 unit。乘以8%， 再乘以2块。OK， 你所以你算到的是32000。OK， 所以就是讲这个32000块是他每一年应该拿到的 dividend。可是你看第一年它的功能啊只有30000块，所以是少过这个32000块，所以你就是你把这个30000块先给 dividend share 表示 OK， 所以 dividend 没有你把30000先给 share 给我的答案，然后 dividend share 表示是0，然后过后剩下的2000块你把它带去2016年。OK， 所以这个2000是本价干，然后再加他应该拿到的32000。OK， 所以你就会拿到34000。OK， 所以你拿62000减34000，你会算到28000，所以这个 share 表示他会拿到28000。然后过后第三年它的滚动量是多过32000，所以这里你就放32000，然后剩下的18000你就给 share 表示。所以这个就是 dividend 的 aggregate， 所以就是它每一年拿32000，如果没有拿满的话，就是运动少过要给它的话，你就把它累积去下一年。它这个还没有限制讲可以累积多少年，所以你可以一直累积下去，就是累积4年5年都不是问题的。OK， 所以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问题你们试一下做小阿兰19。OK， 你们做 A 的这个就可以了，就是你算它的 model 还有 dividend， 然后我会去Google Classroom， 就是我会 upload 下一个 bulk 的东西进去。OK， 可能大概1:45左右。OK， 我会跟你们讨论，或者是我 upload 好了，如果你们做好了，我们就来讨论。OK， 你们先试下做这一题。
我刚刚有放了报恩呢的 nota 还有 latte 去 Google Classroom，你们可以 download 一下，然后这个扫烂十九，你们做好了吗？